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先飞。哦，啦，这个就是我怎么不？哦，麦当劳的吧。Yo what up， 大家好，我是 Fashion Boy， 欢迎来到 Zop Dobo 第一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做寻宝。昨天我就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做了一个投票，问你们就想看到怎么样的 vintage 穿搭。最多人想要看到的是日系还有文青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JBR 版的 Jai Shah Alam。打来这个版的有两个东西要注意。第一，虽然我在讲潮流是没有温度的吧，但是我们是有脑的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很 seven 的热，所以最好就穿到有多清凉就多清凉这样来吧。第二，一般般的都是用纸袋的，非常不环保，就是那种巴萨那种包猪肉的纸袋啊。所以自己带环保袋来呢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举动吧。所以我就带了一个我自己 DIY 的环保袋吧。哇 ，Zop Dobo baby，Let's go。这个环保袋是卖的吗？这个，你们觉得要买没有？有人要买吗？如果卖这环保袋是赚我们的经费吗？我觉得如果可以卖生蚝啊，可以赚回我们的经费这样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，就在下面 comment 啊。但是这个是 temporary 的，它不是这样的啦，这个有点蠢，我知道吗？它木锥这样啊。其实原本是要大的，因为来不及弄，所以我自己烫。OK，Let's go。快点，我再演个跳，给我一次机会啊！Yo，what up？ 啊，今天我们要买这种日系的 vintage 嘛，我觉得日系的 vintage 最多是什么？就是吊带牛仔裤啊，然后工装啊，还有军装，所以这边非常非常多，毕竟有太多了。Vintage 的好处是在于他们有非常多那种很旧的年代的，不过问题在于这种 size 好像不太适合我这种五尺四寸半的人穿的。哇，这个是自己 DIY 的。哦，这没有。欸，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吗？这个我家里很多这种睡裤。可以。欸，我觉得很值得买，你喜欢很久，很好哎。Quality 非常的新的。真的很美。真的很美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买牛仔裤的啦，我比较想要买这种。这个应该是我的 size。这是 Lee 的那个 Lee Jeans， 哇、baby， 好耶 ！Alfred 有一件都是蓝色的，是。那你有要身，然后你不要买啊！哎，这个很可爱的嘛。我这个没有，我就是喜欢它。你看，其实来买 Vintage 哦，我最想买日本的东西，因为它有很多日本字，虽然我一个都看不懂它在写什么鬼啊。其实它在写清洁工人，我都觉得它帅到不要不要的。我觉得这个美。它的前面更美，谢谢。Oh my god！ 啊，这种就适合我穿了，这种可以。Fuck！ 是建筑工地的，这个是。应该啦，建筑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Oh my god！ 还有今年最流行的颜色之一。Fuck！ Shit！ 这个还不是Zop Dobo啊？Oh my god！ 哎，我就喜欢这种颜色的呢。我觉得这种也是比蓝色更美，对吗？嗯，比较适合我穿，对吧？可以看一下后面吗？哦，比较大的就是。我觉得我的印象中日系啊，比较多是这种 batch， 有点像那种美国路牌样子啊。要不然你一定会喜欢这个，看到吗？哇、有没有那种 mastermind 和 neighborhood 的 feel？ 像 mastermind 和 neighborhood 吗？我就像neighborhood多一点，但我选这个18.9吧，可以买喂，可以买，我放这些吧。那吊带裤子我就选了三件呐，一件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，有点 cowboy feel 的感觉，
有点农场装啊，农场，所以讲错了，有点农场装，而且你看它的 detail 非常的美，它 detail 是这种布，很美 ，right？ 然后像我这种哦，不是很高又瘦小的人啊，其实我们不适合穿那种功夫里面小明那种特别低胸那种，我们需要选这种哦比较高的，或者是顶到很高平的也可以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三件，这是卡哈的，非常美，我选这个卡哈的。$128.9，这个贵。然后这一件是$38.9，$88.9 ，OK。但是我本身更加喜欢工装，其实我觉得工装才是真的是品质，做工的衣服。没有，不应该会在这边选一件，然后那边选一件。MJ， 你试下这个。没米奇喔，米奇喔喂。我觉得这很适合你哎。现在流行米奇帽子，就是这种 GD Spider West 跟是 Disney 合作。喂，可以吗？我很彩赢啊！哎，你看到米奇帽子，看到细节。后面有没有？后面什么？后面是一个很大的米奇，它下面两个米奇箱。这米奇呢？这不是米奇啊呢？是。现在我们有 Alfred 在试，好了吗 ？Alfred， 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哎呦，哎，这个美啊喂！喂，我想他的脚哎，他的是7分了，这个是八分是吧？8分。由于配你的灰色鞋，这个鞋子也是这个板凳买的，70块是吧？60。超美，像 Easy 哦。你之前也是蛮美的，哪个？这个颜色，哇，这个有点像校园的那个。对，也是很百搭，是。现在其实是美，这是 hippie style 吧？这是你喜欢的长衣不是？哎 ，trench coat 哦，现在有 trench coat 哇，老哎。我没哎。我没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啊。那不晓得。那我们记者会在这里。那你要打理一下。我真的不会分哦。可是说它的质感其实不错，它有个可以，这是什么？它有个 zip 这样子感觉的。对的。哦，它下面一层的。可以拆，可以拆开。可以拆的。是可以变薄。这是它的 zip 款。这样你会买这件没有？我啊，其实我讲过，我来这边哦，我没有期望我会可以找到名牌或者是潮牌等等啊，但是好像这一种哦，我应该会买啊，其实。OK 啦，我们今天挑战可以提早讲失败啊，不用想啊。因为我买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 Burberry， 我买的原因是因为哦，它难得是我的 size， 我怀疑这个是女生的，但是它的纽扣是对的。我觉得这种衣好看哦，就很有时尚感啊，难看就像暴露狂啊。多少钱啊？$128.9。$128.9可以买 Burberry， 它难得是我的 size， 你看到膝盖了。它这也是很高温套，这种是另外一种 vintage 温情，是吗？对，其实都是那个感觉啊， vintage。我会很容易敏感的、啊，所以你看我皮肤已经开始红红了。那边等一下我们唯一素牺牲，为了我的小费线。这个嘎巴也是美，哪个嘎巴？哪个？那这也是嘎巴，这不是嘎巴的。No， 不是，是的。哎 ，it is， 哦是。嘎巴，那蓝蓝的，这件也是不错蓝色。哎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这件，我们今天是要找。日系工装，文青，文青下次要自找工装的。好，我们来看鞋的。喂，这个也是很像 Easy 吗？不会，$58.9，像 Easy 吗？有像。最新的 Easy。有蛮像我这一双的，因为不是吧？它经常换的，换。有点破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那个很难打哎。旧了，好。可是他们会牺牲掉他们 Timberland 先拿来卖，也是
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故事。你的旁白很好哎。这个美 Jagger 哎 ，Move like Jagger。喂喂喂喂，你知道 Jagger 是谁吗？不懂。Jagger 是 Rolling Stone 的主唱。这美啊我。这张小叮当帽，哎，我也是蛮喜欢这个。形状很美哎，复古吗？嗯。很旧啊，很有它前面的 font 像那个棒球，是，你觉得是要这样啊？没有，我试了那么多，我觉得我应该会买这一个。你看从它的设计到它的配色是很 vintage 的，加上很配我刚才买的那些工装，其实配那个牛仔的也可以，配那个卖牛奶的也可以吧。然后另外我在考虑是应该会买这一个，我觉得这渔夫帽的这个 basket 的 shape 很美。适合我的头，因为我的头哦，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戴帽子的头来的，尤其是这种很垮的头，很垮的帽子，但是它刚好可以 fit 到的。好，看喽，这个是，哇，48.9哎喂，这48.9，然后这个是28.9哦，这样就48了，减200块失败了，这样，你会为了这个节目，你只是选200块吗？因为班队的东西，你现在不买，可能下次也没有了，对不？这不跟爱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喜欢就快去追吧。啊，这个头奖这句话呢不太可以。完美喂！小高裤哎，这个美哎，这个 vintage 放克，哇，这个很 vintage 好不好？哎，我适合吗？喂，适合。适合了，你要试穿吗？是，这个也是有，但是这个比较美。这个很特别。其实。如果我挑战失败了，你们总是有错，是不是？呵，呵呵，闪的错，呵呵呵，很好看。随便变掉的吗？赢了，怎么是？有没有剪就剪哦，节目没有经费好不好？准准200耶，这边。哦。哦。其实我今天挑战是成功了 ，OK？ 如果我们的星期三哥哥没有带我去上面的话，我已经成功了的不？因为我在下面那一层哦。我只花了200块，我就买了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、五件、四件我的，一件星期三的吗？等到我一上到去，又败了105块不？所以你们觉得我今天的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请留言。然后这边想跟大家讲是，你在这边买的书，如果你买多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跟考 discount， 买一件两件，你可以试下无妨啊。但是你买多一定可以有 discount 的。然后我今天买的东西，如果没有 discount 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买了最少。300到接近400块了，其实我就是看了整百块，因为这一件我每一个都是这么50多，一个是30多块，所以你们记得去买多的话，跟朋友一起来去一个要 discount， OK？ 今天我买的东西就会在我下一集的江川纠队了里面出现，我会做一个日系的复古穿给大家看嘛。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，是看个半次，看一下像我直播，然后就让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，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记得打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想哦，可能下一次我就邀请小飞仙一起上来，你们觉得小飞仙你们要上来跟我一起捡大宝的？但是因为节目没有什么经费啦，上来的就我们都是要你们自己出钱买，你们觉得 OK 没有？就 OK 没有了，分享组。OK 啊，做不 OK？ 好了，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去捡宝的小飞仙，就下面留言好不好 ？Right， 你会找几个幸运的？啊，我们下次，我看我下次在 Instagram 做一个那个 po 文，然后你们就写名字了，你们就写你要，然后我就抽好不好？拜拜，收工 ，It's a wrap， 收工。